钓鱼界的女中豪杰。不是很高。小鱼钓一下鱼。很漂亮。哇，好肥美的一条大 king 啊。很好吃的 king 啊。来，让我的兄弟有放。好，来放了啊。Going back! 呼30很 happy 啊，过去吧，好吧，这边就肯定能钓，那边不一定能钓得很好，但是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再看一看嘛。大师还在仔细认真的看潮水，大师们一般都是花3个小时讨论钓点，花1个小时看水看潮看风，3个小时分析钓点，然后一杆没中，擦，相当的尴尬了。看到好多人已经支上杆了，现在才早上7点，他们两个据说是从晚上7点已经钓到了现在早上7点，一条鱼都没有。Hello， 拽，专业的女侠来了，钓鱼界的女中豪杰。第一杆。有什么虾吗？虾。放线，放线，放一点。大 brim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货，一般啦。活蹦乱跳的。这条鱼有35。出现，出现。帅气，不是很高。小鱼钓一下鱼就可以。好好，钓钓完，这边这边钓。好，不要再。哇，好肥美的一条大 king 啊。哇，我想撒西米了它。很好吃的 king 啊。好，来放了啊。Going back! 呼。欢迎。刚才那边呢，4个人钓有一点太窄了，鱼线老打架，所以我就跑这儿来，看看这边怎么样吧。不一定能有鱼哦，有咬口，中，小小鱼，哎呦我操！也可以了，放生了，23，拜拜。那又上了一条，应该也是这样一样的，力度很大，好大，好猛，好猛，留着吧。有40，我有一条 brim 应该是40，看看我这条。没有，33，这条。30，刚好40。好了，Hello。开始了。Hello。如果他回答你，你会害怕吗？如果他回答我，我就有视频的素材了。我的 yellow tail 这么不受器重吗？知道吗？
可以，放了吧。咱们不要放松。怎么？你这个高手真的是 discriminate。今天还算圆满吧？对。至少有 king 啊，也有大 brim 啊。没有白跑这么远，要开一个多小时，什么都没有就惨。还有喝的咖啡啊，吃个早餐啊。还碰到了好基友啊，聊天。美女，你们也是真情。对，还有美女。只顾自由。还碰到了悉尼钓鱼女神。悉尼女钓神。最后又 KO 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海边老威，下周六再见。我是莫，今天在这看漫画，我觉得